在竞争日趋激烈、万物在线的世界中，事半功倍是我们努力追求的目标。自动化可使工业企业能够24小时不间断地大幅提升生产力，但是建立或更新工业自动化的基础设施，需要独特的技术实施，来提高可靠性、效率和可用性。从面向过程的功能到分立制造和关键基础设施 ，Stratus 都能为您的企业提供现代化解决方案，并降低工业控制系统的复杂性。这种数字转型的核心是 Stratus 硬件和软件解决方案，可将所有控制系统和支持制造应用程序整合到一个统一平台上。这些主动式系统能够自动诊断问题，不需要配备 IT 专家即可保持运行，甚至具备自愈能力。这有助于提供当今不断发展的基础设施所需的持续可用性。Stratus 解决方案可以轻松纳入新应用程序，并且可以部署在标准 X86 服务器上，而不需要额外的硬件，或作为包括硬件、软件和支持的交钥匙解决方案来部署。采用集中式配置和管理，使您能够随时随地在任何设备上访问信息。我们自动监控平台的自动报告功能可帮助您防患于未然。您的自动化需要面向将来，充分利用工业物联网和边缘计算。Stratus 提供的解决方案可将新功能融入您的控制系统，大大延长其运营寿命。当工业自动化实现创新时，一切皆有可能。Stratus 解决方案能够提供更高的效率、可靠性和简易性，在您的所有关键过程中预防故障并确保持续可用性。随着越来越多的应用程序从数据中心转移到边缘，您需要 Stratus 的帮助来轻松实现可用性。